情沧桑，敢是注定你甲我今生今世无缘再相逢？为你哦，以前我对你也不是咧偌好，佫无予你好好啊读书，连都佫叫你趁钱哦，饲阮一家伙啊。我无亲像话恁爸爸遐尼有爱心啦，讲话哦，佫对你遐尼也无好声声。你若要走，走你走，我无甚物怨叹。安尼讲，生的请一遍，因为公路较大天，过去代志我拢唔知影，所以才安尼甲你大细声，是我对不起你，请你原谅我。哎呦，丽珠啊，你讲这会创啥？起来啦！爸，我今仔才知影，那不是你。我可能早就已经死了，多谢恁这侪年的拥有之恩。你无需要，你早你起来啦！你即马是咧拜拜，阮两个老的要去找你的亲生爸母是无？你真是要离开这个家？我对你无好，你应该莫管我。又唔过，你敢真是忍心离开这尔疼你的爸爸，佮这尔爱你的小妹是？你莫离开好无？我无要离开，只要你莫管我，继续我带你生饭，继续我做你的查某囝，然后呢，我愿意像较早同款，继续打拼赚钱来饲家。丽珠啊，你真正愿意继续做我的查某囝哟？丽珠，我着知影讲吼。你足捌代志的，我无白饲你啦。起来！阿姊，虽然咱两个无血缘关系，啊，不过你永远是伫我心目中我上尊敬、上爱阿姊。哎，丽珠啊，阿哪里？你厝客的代志咧？哎呦，莫给我提起这件代志。厝价予人提起哦，迄是你家己掠的，你家己爱负责。我是要哪负责啦？啊唔叫我去洪台哦。厝价代志，我想办法去探听，看到会啥物人做的。我会尽量把厝价讨回来。丽珠啊，听你安尼讲哦，我着放心啊。丽珠啊，以后吼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待你。嘛绝对吼，袂予你讲我心肝大细病。天公伯啊，是安怎我的人生这尼啊坎坷的？本来两尊失去圣天，已经是我一生当中上大的悲哀。结果即马才知影，原来。我是一个无爸无母的孤儿，敢讲我一出世就注定爱过这款悲惨的命运？天公伯啊，你哪会当对我这么凶呢？请你跟我讲，我未来的路到底要安怎走？我到底应该安怎做？好。地主，天主，恁即马到底伫倒位？天公伯啊，若是爱我用我所有的财产来换母仔囝回来，我嘛甘愿。我真正做思念伊，请你指示我一条明路好吗？
天边消息映南门，切莫思量强梦求。六角石头外做行，才知费神枉功夫。冬春旧物戏初去，玉兔金乌渐渐明。故事消散新事少，看看一条过龙门。胡婷啊，都要出日头，敢我有机会，搁找到地主母仔？敢讲我的人命，我的人生，真是爱安尼继续行落去。天公伯啊，找地主甲天主的代志，我绝对袂放弃，我会继续找落去，请你一定要保庇我。袂用的，我袂当安尼认命。即马天主只我一个人会当瓦靠，我一定要行出家己一条路。安怎样？今拜三，我要过来小听阿兄。伊是甲你限制时间哦，遐尔讲。是啊，前几工聚会哦，开会哦，代志足多啦。我特别去到迄个因遐哦，拢已经三更半暝，无看到大宝。我听小听讲大宝真无欢喜咧，所以今日哦，我特别讲伫大宝要上课以前哦，先来甲安慰一下啦，吼。哦，好啦，阿伯你赶紧去吼。快哦，吼。奇怪，我的车锁匙明明都，我都明明都藏在遮，啊，啊，我车锁匙嘞，莫来者，哎，我明明，哎，我去咧楼顶，我明明都藏在落地啊，哪会了无去啊？对，你藏起来哦。哎呦，我是袂遐无聊啦。你，奇怪，无我车锁匙哪会无去啊？青伟，青伟，哎，好，你坐吧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。来啦。去车库看卖，看锁匙有插在内面嘛？那我甲交出来，紧。哦。怪我车锁匙呢，无明明都藏在那底下，怎么回来是无藏在底下的？嗯。好啊，啊，找无呢？找无？哎。我藏在底。找无，唔知闹几阵呢？啊，夹，闹几阵啊？大哥啊，先行哦。啊，你看关系啊。都是在我家，你当然嘛找无。哼，我会慢慢让你知影，要去因母仔遐的迄条路有偌歹行。大海，大海啊！大，哎，小弟，大海嘞？已经去好好啊啦。伊对你是愈来愈失望。我咧赶我紧咧，下性命飙过来遮大粒瓜、细粒瓜咧，我无甲你骗。我咧锁匙忽然甲无去，我找拢无，找几工找拢无啦。实在无我倒转拼起来。这的话你去解释阿明听啦。小丁啊，咱讲真的吼，我无伫的时阵，拜托你等咧大炮的面头前，嘛替我讲一挂好话。我替你讲好话无效啦，是你家己爱好好的表现给阿明看。你是毋早顿阿伯家？不好出门。哎，你嘛坐来吃。这菜奶拢安尼白吃无味啊！你着较忍耐咧，阿平即摆有病啊，伤油伤咸的拢袂用得食啦。
为着恁后生的健康，以后阮食啥哦，你都要缀阮食啥。对对对，为着后生的健康，无啉也无袂用的吼。分泌会去影响到阿明的健康啦，以后你伫咧食不准食薰啦。啊，连这食薰也袂用的啊！这是为着恁后生的健康。哦，来啉来，哈，啉来啉来。怎啦？啊，你是几百年无食薰哦？那一支那烟筒讲一直无啦，是不是伊无互你食？无啦。有就有，佮假骗。什么在为着大炮的健康咧失笑？你莫干那顾你迄大炮啦，你唔通袂记呢？我巴肚内只哦，嘛是你的后生啦。好啦，别生气啊吼！不管是带大炮还是带二炮，我拢会笑喵喵、跳喵喵，安尼好不？我都要未？想要食啥？我都要的，我想要食罗迪卡，愈油愈好，愈咸愈好。好啦，无问题啦。安怎？看你讲到嘴喏，咁要顶落来，起平衡口度吼。卖讲啊，这紧去替我准备了，起码你知影对伊好处啊吼！知，我拢知，啊！最好应酬该喊你话，酒嘛啉袂少，是俺买等你饭店休困。不是等你饭店买钱啊，不如来公司哦，看公文处理一寡代志，较无袂乱想。总诶，你不应该为着要投标对董事长的思念，逐工家己弄甲无闲甲安尼，安尼过落，你身体也袂康。袂啦，阿爹，我叫你买迄笔土地，即马处理安怎？我已经签约买好啊，真咯，是。那医疗中心第一期的工程，等于开始进行啊。总，咱开这么侪钱买这土地，那是干咱为着要起病，安尼敢袂伤拍算？这是地主的愿望，不管开偌侪钱，费偌侪心血，我一定要替地主完成这心愿。你叫我一时去走得起来。是。李伟，姐，你也上来啊！来坐，来坐，来坐。我来甲塔客哦，客处理几下个代志啦。顺便我过来看你。喂，安怎？刚有李主的消息？还是无？阿弟，你有听到李主的黑咯？台北看茫茫，要找李主哦。敢亲像海底网针，无遐尼简单找啦。不管怎，
我是会继续找落去。大弟，最近吼，你拢嘉义台北双通走，敢会受忝？袂啦，还袂找到业主，我是绝对袂拍落。傲嘟嘟，你是咧怪我讲白菜骗业主哦？哎，我才要怪你呢，迄业主哦，不是咱亲生的代志。啊，你竟然拢甲伊讲？我安尼讲，我是为业主好咧，啊你咧？我嘛是为业主好啊。免讲到遐好听啦，你根本就甲业主当作是一丛摇枝树啦。那无我问你咧，业主肯留落来？你敢无欢喜？我当然嘛欢喜啊！哎，啊欢喜就莫阁啰嗦啊！我也是无希望一直温暖丽珠仔的身世，咱应该爱找到丽卿啊才对。丽卿，嘿，伊当初吼得罪林通海迄款人，我想哦，伊可能早就死啊啦。就算讲伊无死哦，无定想查某囝哦，嘛想甲起痟啊啦。丽珠哦，既然即马都将咱当作是伊爸母。莫阁甲伊讲遐济啊啦！迄万一，迄个囡仔真是死，还是真是起痟，安尼哦，会予丽珠极伤心的啦。话袂安尼讲啊，丽珠总是有资格知影伊家己亲生的老母是谁啊。好啦，要过吼，上好是等找到丽卿了哦，你才甲丽珠讲啦。也若无哦，这丽珠哦，伊就愿望是愈大哦，失望就是愈大啦。唉。这都已经是二十几年的代志啊！咱是要去倒位找人啊？啊，无定定伊都无转来台湾咯。啊，你都知影歹嘴讲安尼讲，你敢忍心哦？何丽珠安尼一世人过着这种找无亲人的痛苦甲折磨啊？吼，咱即马吼会当安尼平平静静过日子，毋是真好？你哦，莫阁甲丽珠安尼乌白讲啊啦！对啦，哎，天珠小姑咧，我出来见吼。你要创啥啦？你敢是天祖阿公？是啊。是哦，安尼你的宝贝孙仔吼，你就甲顾好，吼。嘿嘿。出来见哦。你是唔当过做伊跋筊呢？哎呦，知啦，我来买牛奶。知啦，红中人食啊，不惊死哦，好声啊！啊，你不是话讲咧？红中过来，不好意思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赵阿婶，赵经理啊，我是安怎哈？富贵高啊呢？赵阿婶在要创啥呢？哦，安尼无代无志的，看人就惊死啦！啊，你也同款啦，真呀哈！无代无志，我做了千里。知啦知啦，都吵吵吵吵声。啊，餐桌远啦，八栋啦。这前面看到八栋，你唔惊死哦？阮兜好个啊，人哇！我拍我，你拍你，你出声出声。六栋，厨房啊。厨房啊。一模三样哇。那是对无？嘿，多几道尔，你着咧厨房，你倒啥？你摆弄你做诶。好嘛。是咧，算钱啦，算钱啦，搞我咧。三姑，好，臭毛毛咧。哎呦，买一粒牛奶粉咯。那要遐久啦，骗笑的。啊，转来啊，转来啊。爸。啊。那是咧顾天祖。妈妈咧。哎呀，伊妈妈讲要买牛奶粉，啊去三四点钟还袂转来，我看一定是去跋筊啦。啊是讲，你身躯都无钱通跋咧，啊是要摕枕头去跋了。系啊啦。安怎啦？我昨昏才把这个月实习的薪水摕予伊。啊！你若无甲我讲啦，啊妈妈就讲要替我捡起来啊。这些孩啊，遐个只要无输了了吼，绝对无回来啊。嘿嘿嘿，阿伯上，来免请啦。嘿嘿，哎，免客气啊，来啦，吃坐吃坐。
阿姐啦，当的，阿三，咱是做员的哦。阿你去啊，阿恁哥聊我来创啥啦？我是用请，我是无甲你聊哦。阿三，顶回你欠我的钱，咱得厝给他抵押，今麦你又搁欠一条，哼！我实在是想袂晓哦，唔知影要哪向你讨钱。 你放心啦，只要你给我放回去吼，我会赶紧想办法，从此来还恁啦。你的厝价现在已经伫我遮，你是要倒遐装的？办法是人想出来嘛。安尼啦，林卓家算做袂歹，有个少年，不如叫林卓家来替你看。你是讲丽君？ 袂用的啦，阮内阮吼，即摆伫咧边做实习医生，啊，将来是做有前途的呢，袂用安尼，互你糟蹋的啦。你欠我的钱呢，我如何搁听你的哦？恁查某囝伫底？我唔知。哦，你唔讲嘛无要紧啦。待会，上去阿登因家呢，等恁查某囝回来。 阿妮姐啊，我求你啦！阿妮是干呐要提钱尔？哎，我闲了哦，带你来去找阮的大汉查某囝讨啦，伊在卖厝呢，闲个先甲公司借啊。嗯，那个是你啊，干呐像毛灰共款的，又搁走去博。阿妮真正教袂乖呢。 我知影我唔对啦，阿妮姐，我知影吼，你心肝较好，你一定要甲我斗相共啦。大家啊，讨好小嘛，莫讨价呢。当伊即要连厝都无啊，伊是要提啥物行的？搁再讲即种娇贵啊，咱若无找因查某囝，因查某囝早办呢，共款叫卖掉。哎，唔买啦，唔买啦，阿婆。 我找你来找我大汉查某囝，一定要替我还钱的啦。大家啊，既然伊讲因大汉查某囝会当替伊还钱，我就缀伊来看卖一下。阿姐，这条路来处理啊。嗯。哎呦，两位阿妮姐。 麻烦恁多谢小等一下，好。哎，等下，先坐。阿，阮查某囝吼，伫遮上班啦。啊，可是讲我若是带恁入去来做讨钱哦，安尼恁头家可能会惊了代志啊。啊，无定着吼，伊若是甲阮查某囝死透咯，万一伊若正经无透咯，安尼我就真是无钱通还恁啦。紧入去，紧入去。 这边哦，你一定要救我啦！是个出什么代志啊啦？啊，都人过来讨钱啊啦！讨钱？啊，厝欠是已经用退去啊，还阁无够啊？每到伊是想要安怎？妈，敢讲伊食是要输人有，剩人过，这敢问？我来找你理论。啊啊啊！哎呦，嗯，这边哦，无同款啦，这边还这边无同款哦。 妈，你又去跋？你来这么糊涂啦？干嘛出现？你还坐代志啊？你还过来想要清楚是？拜托啦，你一定要替我还钱啦！救我啦！我无钱。哎呦，内珠啊！内珠啊！拜托啦，因这边不是要找我，因是要掠地公去堵塞。 是阿刚迄个穿皮衫是毋？
是啊，我袂当见伊啦。哎呦，是安怎啦？妈，为你甲讲，我甲真好伊安尼就好啊。哎呦，我都袂来，我都无咧去啦。哎呦，拜托你，你来救我。啊，你来，你去，我都海啊，让我去了了。准备逃走？竟然敢骗我啊！无啦无啦，我无骗你啦，我无骗你啦。卖啰嗦卖啰嗦，老吴啊，我请你。哎呦，妈，妈呀！哎呦。爸，来乖，门口快快来，咱先回家，坐车路下头来。爸，来滚，啊，你现在怎啊啦？姐，妈拄只有敲电话转来，讲你无顾伊的危险，一个人做你走，你哪会使安尼做？叫见遐个人，叫咱着爱准备自己活人转来，若无，咱剁你妈妈手指头啊啦。爸，你免惊啦。你阿人现在给你吓惊的啦，伊袂安尼做啦。咱先离开，春天我再慢慢解释吼。等讲你知你家己的心事了，你都无要怪妈的死活。我无这个意思啦，我讲过我是姓方啊。那呢，你想要见死不救？我无见死不救，我是想让你讲啊。我即马无想要讲遐尼济啦，咱先来走，以后我再慢慢讲吼。雷珠啊，你带雷军走啦，我吼。袂用甲你妈妈放的，唔管啦。我嘛袂走啦，我即马就来找伊，我想办法解我妈的债务啦。哎，袂用的啦，你袂用的去。伊要让你拄晓，你若去哦，等于是坑埋起好啦。阿姊，既然伊这么恐怖，你想要讲伊袂想要骂？你滚啦！你对你姐姐走啦，这我来应付啦。无看到妈平安回来，我是绝对袂走的。雷珠，恁有熟识哦？雷珠，这是你哦？你敢知影阮找你找到偌辛苦？哎，既然哦，恁俩有熟识，哎呀，这代志都好巧啦。天照吼，我抱一下吼。哦，哎呦，天照，哦，这久无看你啊啦，过会记我未？有够多水啦！安尼去，安尼去啊！阿秋问者，你甲阮内珠到底是啥物关系啊？妈，你莫问啊。阿姐啊，咱且讲。哦，老吴。也无你的代志，先转去公司。是。哎，想袂到，咱是第一种总共吃下见面的啦。啊，你哪会走来台北？我甲塔克哦，在台北开分公司啊，这是信天意思啊。伊甲苏瑶吼，刷起来台北，拢是为着要找你。啊，够啦！伊丢俾一间综合病院，伊讲是为着你啊。食过子就爱拜求啦。将来你想要做什么生事，我拢支持你。我想要开一间自身病院。唔，来当替三枪看病，而且买当我小妹在遐做工课啊。好，等到来开一间无以赚钱为目的嘅主持病院。雷珠啊，等个先天辛苦边啊。阿水啊，我袂去回头啊。到底是啥物理由，让你偷偷离开先天？你敢知影？伊为着要找恁母仔这个更要起痟啦！信天是真无简单，才敢反抗阿母甲你做伙。照你讲，应该是恁一家伙啊，幸福快乐过日子。结果呢，你却选择在这个时阵离开，到底是为怎样啦？心不能别离，
啊，唔对，跟俺无关系啦。那呢，到底有啥理由离开一个爱你这么亲、有才调、让你一世人幸福的人？阿水啊，我拜托你，莫阁问啊，莫阁问啊，好。好啦，你不要我问哦，我就袂阁问啦。啊，不过我希望你会当去看一下信天，可以安心一下。我无可能到信天见面啊，阿水，我拜托你，你唔通甲信天讲你看到我的代志。这我互你答应你啦。信天为着要找你母仔，受着偌大痛苦啊折磨，我不忍心阁看到伊安尼受苦。阿水，我拜托你，我真是无迄个心理准备，阁甲信天见面。那安尼，你什么时阵才会当甲伊见面？我真是我的苦衷，你唔通阁安尼逼我，你若阁安尼逼我，只有走，走到你永远都找不着我。地主，你若把我当作你的好朋友，是安怎？你就袂当讲出你的苦衷。坦白讲，我无迄个财条阁搬厝啊，所以你若阁安尼逼我，我只有死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答应替你保守这个秘密的。阿母，李叔啊，我希望你好好想清楚，不管你心内有啥苦衷，只要信天在你的身躯边，无啥物代志是袂当解决的。阿水，多谢你啦。阿母妈迄条叫嚣。李叔啊，回去好好孝敬你妈妈啦，莫阁跋啊啦，这条哦。我想把替锁掉。李主啊，迄个阿妮记嘞，伊走啊。啊，哪咧歪条笑，伊袂过来讨啊。哦，家仔，安尼咱就免搬厝啊。妈，我拜托你。你莫阁去博啊吼！即个是好家仔，拄着我的朋友，毋是大家拢遮尔好运的。你若是毋听大家苦劝，伊阁去博，后果你家己负责，我袂管啦。好啦，我知啦。这边哦，我嘛是惊着啊，我袂阁去博啦。阿珠啊，我忝啊，我先休困啊。阿姊，是嘞啦，拄则伫你西兴地。你老肖，你要一笔高销，为什么？我有我的原因呐。你莫讲白。水哥，这条线若无套，以后大家就有样看样，安尼塔克是要安怎哈？我袂予塔克歹做人，这条我来歹啦。既然你敢安尼讲，这条我同意晓得。塔克。好啊啦，无偌济啦，莫为了钱呢，伤了兄弟的感情。老弟，多谢。王董也来啊，请伊来。是。王董，请。哎，对啦，我去。哎，你来吃。你加足个水。对。好。队长，啊，最近沙洲那场生意有较好淡薄？王董，沙洲那场的生意，只要老蔡师傅占掉嘞。咱就真歹做啊！不管怎啦，咱一定要继续坚持落去。只要咱信用做了好，我相信业绩一定我都背起。嗯，我本来就打算哦，要甲这个蔡师傅长期共进的。对，啊，你一边呢？病医进行了安怎？袂歹。咱天主将个病医来开播，李主若看到了，一定我就了解我心意，赶紧等下甲做伙团圆。
到底呢？歹势，我答应你做袂用讲的。对啊，总经理，明仔载是老夫人生日，到时要准备什么礼物？对啊，多谢你提醒。秘书啊，等下你甲夫人去银行一撮，替我领100万出来。我那边领遐侪钱。要我妈生日礼物。好，安尼我带你落去啊。这100万，你要给我做生日礼物？是啊，妈，你即摆啥物拢无欠，啊，我唔知要啥送你，过去给你现金，看你安怎开，拢不要紧啊。妈，祝你身体健康，吃饱哩。较早吼，我若是想要开一角银哦，都爱甲算盘哦，排咧行程，得较忍忍才敢开啦。即摆是金山银山。拄在我面前，等我来哦。胜天，你无嘛失望，真正是出头天啊！对嘛，趁信息还袂转来，紧甲钱收起来，较免让人阿母看到，佮讲我第二个店。这是你的本事，你也管伊讲啥？哎呀，性质属性，我袂佮少林踮咪遮哦，佮讲。妈，阿登。妈，进来啊。真好，大家拢回来。安尼，恁讲者，我入来传一个吼，准备吃暗顿吼。哎呀，妈，妈，妈，啊，唔免啦，今日生日哦，我出去做好到家。唔免啦，菜我拢传好啊啦。其实哦，伫厝内食，也算外口食，拢不要紧啦。上要紧的是咱一家伙啊，会安尼团圆做伙。安尼，我这生日哦，都过了，唔才有意义。啊，哎呀，先坐啦吼。妈，这是我送你哦，生日礼物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你看，多谢多谢。这衫哦是神料的哦，明白呢。买只好。妈，这我送你，看你有介意无？祝你吼身体永远勇健。哎呦，圣子呀！哎呦，这表啊，足水的啦！妈，这是满天星，十几万哦。哎呦，开这多钱，你性子你实在啊，真好真好。过生日吼，你大家拢想到我，我实在足欢喜的。哎，阿兄，即摆你的事业做到这呢大，台北甲伊身边走。我看可怜恁妈的生日，拢袂记的吼。相公，胜天袂记着。这是恁阿兄送我的生日礼物。阿兄送你啥？现金100万啦！100万。对啦，阿兄，啊，大起阿家吼，出手甲别人就是无同款。啊，甲你比起来，我这做小弟的，有影敢若较当酸啦哦。兄弟，上帝只是一个心意，做兄弟啊，何必计较这？既然无计较，就莫叫妈摕出来顶。啊，你唔知影世间有支票这种物件，明明哦就是甲阮示威啦，挑工哦摸现金来。我的目的只是要妈欢喜，无其他意思。啊，我离开好个。信天，信天，恁实在吼，好花一个生日啦，好恁母个气氛拢败去。信天嘛实在可怜，看到圣子少年阿母。安尼，逐天相相对对，心内一定会真酸。若是秀慧无交到迄个什么医生，唔知有偌好。各位同学，时间到了，不要再。
讨论的。对刚刚老师所教的还有什么问题呢？第一组没有。第二组没有。那第三组呢？没有。好，那接下来夏太太，是拍谁呢？我从阿明来上课啦。蔡志明，你先回到你的座位上。老师，我那边休困请你坐工吼，功课可能会较对人袂着，请麻烦老师，你都要较费心淡薄啊。我问题啦，你放心。多谢老师。没。阿斌，妈妈来走啊，爱认真读册呢，知影无？好啦，你紧回去啦。谢谢老师。各位同学，看老师这边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课本打开第四课。课已定了。哎，好的，你好。课已定了。啊，你老师没代志，卡斯通朋友甲我吩咐就好，奈得阁轻轻走来。这代志是安尼啦，我有一个私人的代志哦，想要拜托。亲爱的普通情沧桑，敢是注定你甲我今生今世无缘再相逢。